完备05系列安装流程。一、开箱检查。清点现场安装产品数量，拆箱检查产品有无破损，发现破损及时进行拍照和反馈。滑动板、固定板分类摆放。二、组装。滑动板安装上滑轮，配件紧靠边缘位置固定，不能外凸。滑动板安装下滑块，配件紧靠边缘位置固定，不能外凸。外立框组装。滑动板与黑板外框拼装。保持带锁孔的一块位于黑板右侧一方。锁具安装。两侧固定板与黑板外框拼装。三、上墙。根据客户要求测量安装墙体尺寸，尺寸测量多数依液晶大屏位置来。确定固定支架的六个位置点，上下各三个，等距离安装。电锤打孔及支架安装固定。黑板上墙固定。线位档安装，两侧线位固定时，内板边框勿遮挡大屏屏幕。粉尘盒安装。外边框侧封安装。黑板整体外观检查，对黑板牢固性、水平垂直度、
滑动板推拉机锁臂检查，现场卫生清理，向客户现场交付验收。